站银台报亮相，陈宇桥怦然心动，这个好可爱哦。我跟你讲，真正收藏价值的是这个包，因为这个包是它的第一代，差不多要180万。哇，好可爱啊，就很像那种，好可爱，很像那种女子私校上课的那种，好可爱。现在泛红，你知道吗？我恋爱的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